弟兄姊妹平安，每日灵修，和圣灵充满阮的心，保守你的心。箴言书25:28，人若无控制家己的心，就亲像无墙的城，毁坏了的城一样。这个是细汉时阵佚佗的一个游戏，所有的囡仔因交易为了一款，将一个囡仔围伫中间，然后砍了伊的目睭，并甲讲，因已经抓起了一只交易，看伊会通未通按迄个空洞的所在走出来。身躯若弄到其他的交易，就算输了。游戏开始了，看了目睭，这个囡仔徛伫个中间。但是后来大家轻轻地将所有的交易拢搬开了。可是徛伫中间这个囡仔，唔知实情，犹豫了真久的时间，仍然无法找到迄个实际是伊所想象中存在的空洞，惊吓家己的身躯弄到其他交易的心理，予伊唔敢向前走。伊始终阁是无勇气走出这个早已经无存在的圆圈。弟兄姊妹，真侪时阵，伫人生的路上，困难甲阻碍，并无实际的存在，而是在人的心内。心内的阻碍，比实际的阻碍搁较困难。所以要控制家己的心，谨慎自守。咱三甲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你要阮保守阮的心，也计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按心来发出。假使阮未通控制家己的心，就会亲像无声墙的声，真容易落伫咧无有自信、慌张甲焦虑的心理中，爱落伫咧困境中。求圣灵充满阮，坚定阮信靠主的心，予阮靠主得力，做坚强有信心的人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